我认识这些人，有我的朋友，有我深爱的人，他们全都死了。贾纽斯，你在哪里？我没有目标。抱歉，我救不了你。贾纽斯，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。燃烧军团攻击村庄的时候，我们正在玩游戏。我没有做错事吧？魔法绝对不会让你上瘾。小山蒂斯啊，平民却自以为是将领，该来清洗心爱萨拉的街道，把你这种垃圾冲走。交给我吧，愿女神守护你。有敌人，你们这群人如此无知，不过你们应该学乖一点。有敌人，不要违抗正统的女王。哨兵随时可以行动，愿女神守护你。王国都结束了。
不，我的子民，是我的错。不，不对，不，这个救救我吧，这跟当初的条件不一样。条件，我最爱谈条件了。你是谁？快点给我现身！千年以来，我一直在深海底下观察着你，也尝过你灵魂的滋味。你？不过要结束了，你就要死了。只有我救得了你。放手吧，侍奉我。你？你算什么？我？我是神！在你重生之前，我统治一切。观察了我上千年，就该知道我要什么。收下我的子民，有了他们，我就能组织大军，让我用女王的身份征服你的敌人，建立新的国度。不然就杀了我，你继续被关在这里，什么都不是。准备行动！请说吧。交给我吧。我离题了。你们想和深爱的人团聚，他们死了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。
为了爱萨拉帝王，了结一切吧。卑躬屈膝，我要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们跪在我的王座前。加纽斯，亲爱的朋友，安息吧。哨兵随时可以行动，等你下令。